海螺好了，把它挑出来。奶奶。啊。行。好吃吧，奶奶？嗯，好吃。双击六六六。现在呀，也不出海了啊，只能呢给你们做个海鲜了。我看着呢，哎，葱姜蒜爆香，咱们吃点啥呢？波龙啊，熟的。哦，大八爪，捞它，四角的海五君，大海螺，哦。宝贝们啊，酱油来上一丢丢啊，醋和料酒呢，双管齐下。哎，哦，好嘞，加上，老铁们的口水，哦，满满正正一小锅啊，宝贝们盖上，哇塞，哎，吓吓你啊，盖上锅盖啊，焖制。开锅就行，开锅焖制五分钟，开楼下视频。现在猪肉都吃不起了，吃个海里的黄金鲍千层饼啊！嗯，太骚！整天啊。都要把海鲜的价格打下去，难道咱们实实在在点不好吗？这个就是我们家的扇贝肉，今天给你们来个套餐，两包大个头扇贝肉，两包大个头章鱼，两包海虹肉，两包大个头大蛏王，再给你们来两包无杀无腻的花甲肉，再给你们送两只大鳌鲍肉，满满一大箱，哥哥姐姐们支持一下。